现在是4:55，要叫孩子起来，我们要今天要去黑色星期五购物。妞妞起床了，妞妞起床了，妞妞，妞妞，上去。我走了 ，Come on， 妞妞。妞妞衣服要穿暖和哈，起来了，快点。5点多，我们停车场都已经满了，我们现在要去雪拼了。欢迎您，已经很多人在里面 shopping， 我们现在要去买袜子。这是我们的战利品，袜子还是牛牛？牛袜子还是裤子？他们有花裤裤吗？啊，那没有花裤裤了吗？啊，大姐姐，我是，我是他自己的。好，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好了。OK。我们的第二站 ，Radio Shack， 这里要买。不用钱的 cell phone 跟 GPS， 那这是用你的，好，就是我们的战利品。你看，我们买了很多的袜子，这个 Nike 跟 Adidas 的袜子呢，全部半价，所以呢，这个原来是，啊，看不到，13块，今天买只有7.5块而已。然后还有用你的新鞋。这个也是半价，然后呢，还有妞妞的 MP3 player， 下面是 Daddy 要的 GPS， 然后还有电影，他说 Daddy 买了什么电影？啊，Million Dollar Baby， 然后 Pursuit of Happiness， 啊，我在医院好像看过了。然后再来就很多的袜子了，就这样。